卷粉与凉皮相比，相比凉皮的筋道，卷粉更加软糯。开元小卷粉的制作非常讲究，得把大米泡十小时以上，然后磨成米浆，同样将米渣过滤掉，加入木薯淀粉，取猪肉切断，用绞肉机将其打成线，切碎葱花、蒜、姜、辣椒、柠檬对半切开，炒锅内倒入适量油，倒入猪肉末，大火翻炒至脱生，再倒入切好的葱花，炒至有香气冒出，接着将刚炒脱生的肉末倒入炒锅炒两分钟，倒入盐和味精即可起锅，在细螺筛上缓缓地摊开米浆，利用蒸汽的温度待其定型，蒸数十秒后取出，把卷粉皮缓缓摊开，中心放上肉馅，捏起俩边缓慢卷起，装盘，晶莹剔透的卷粉就宣告成功了。将辣椒姜蒜放进小碗，一勺酱油，再挤半个柠檬，蘸料也就做好了。